喂，我听没有？咱今天再冲一下咱的经典啊！梦魇挑战之疯狂八百锤！来呀！今天由十王先开始啊！不可能！这梦魇在你头上呢！你也开始！你也开始！开始都开始！来来来！准备好了吧？好了！开始！坐！坐！坐！决定的凭我是我，你这都给我放端回了，我下载了没看到手机领取界面，是你下错了吧？现在我左脚这个仙境情缘确实能领手机啊，你点我左脚下载一个试试啊。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这仙境情缘这游戏哪有领取界面？你屁嘛，你这不实名注册谁能给你手机领啊？你注册看看是不是上线就能看到苹果十五和华为 Mate 60的领取界面了？哟，还真是的，我这直接填地址了。我能骗你啊？有好多粉丝说领不到手机，我这次专门找平台核验了这次的左下角游戏是真的能领手机的，不然平台也不敢给他发链接。哎呦，这就给我发货了！兄弟们，你们看到这条视频之后，赶紧点左下角下载一个游戏。你们要是发现注册参与之后不能领手机，直接删了，反正也就花个4-5秒就能下好。下载游戏也不花钱，充就完了。这个来，这个来，这个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快点，手机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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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起来！哎呦，算了，这玩意，这玩意。